早上好啊，今天有点提不起精神呀。虽然现在是夏天，但女孩子还是有几天是需要保暖的。就像，果然快到了，那这几天可以好好照顾自己。牛奶要喝热的，零食要吃甜的，饮料要喝自制的，把年糕烤一烤。果然甜食有助于恢复心情，但生理上的痛嘛，我记得。果然，闺蜜为我准备的姨妈自救箱，里面有红糖生姜暖宝宝。野帅哥，刚好姨妈自救成功。哎呀，我的手，等我啊，我都爆了。